那因为你们今天的基底会是这个星辰花，等一下就是那边的永生玫瑰是一朵，然后绣球你可以直接拿一盒，就是直接取一盒，看你想要什么颜色你就直接取一盒。然后这边的汉雪莲跟这边的千日红，我建议加起来是五朵。所以我会建议，如果像这种的，你们就要把比较高的撕下来，然后再把它合并成短的。然后在插下去之前，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是有铁丝的，所以你可以转它的头，就是想要它朝向你，或者是朝向右边或朝向左边。如果你是这边两朵汉水莲，然后这边有两朵千日红，它就会是22，它们就会有点奇怪，因为就是会对称。所以我会建议你们是32或者是23这样子。这样小小的，然后从这些星辰，对，你就让，如果你喜欢那么白，就不用挑了。